团队。那今天呢，我会以空姐的造型是我们有服务的精神，代表我们胜利团队，就是胜利胜利，成功美丽。那下一次呢，我想要的造型呢，我会再突破自己，可能会朝泳装系列。我觉得我们这次我们胜利团队非常的棒，每一个都非常的棒。